啊，好啦，而家我係早上十點零，我到咗怡乃行附近。嗱，呢間好有名嘅何仁可涼茶紀念館。怡乃行百年老店，睇下有咩先。奶茶唔啱 feel。豆腐花，有潮州豆腐花、冰糖海燕、龙眼布丁，喺个啱晒龙眼妹啊！海燕窝豆奶，入去睇下先。好似咖啡嚟嘅，未開門。要唔要飲咖啡？你頭先冇喺嗰個咩嗰度飲？好耐喎，八點到而家啦喎。前面呢間青色嘅天津茶室就係好出名嘅名店望紅店，你睇幾多人排隊？入邊有一個凳凳係非常之正嘅，等我同家人商量一下，睇下要唔要入去食下。
度是旅遊區嚟嘅，由於今天是公眾假期，很多人。呢間好嘢啊！新建國茶室，前面又有啲殖民地嘅風格嘅建築物，匯豐呢度有少少壁畫，網紅咖啡室就是這樣的了，不過我沒有進去啊。
好多店做唔住，已經關門大吉。